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乔爸。乔乔，今天要来开箱2021年的牛牛牛年行大运。对，因为这本来要过年开的，可是都没有开，所以我们现在要把它开箱。这个是红翼，红翼牛脸。对，红翼牛脸的瓷器，就是它一样跟礼坊。就是合作的，也是刚好买了一组来收藏，对不对？嗯。好，那现在来开箱吧。我们现在要开箱喽。打开，这里。不知道。哎呦，跟上次一样哎。哇。哇，他现在里面就是有一个编号卡啦，就是他的身份证、嗯。然后再来就是糖果饼干，这个就是要先吃啊，因为先把它拉出来。哦，它跟那个不一样。不一样。那个都是凤梨酥，啊，这个有饼干跟凤梨酥。对啊，跟去年的不一样，对不对？对啊。那我们先把牛拿起来，不要小心一点。哎，它的牛桶。拿好了，不要摔倒了。牛头，哇！你看，大仙，好大一只哦，很漂亮哎。先放旁边。来开始。好，哎，给大家看一下。宝贝，这只要放家里吗？对，放这里啊。大红牛，哎，你看他穿那个金鞋子哎。好漂亮哦！然后它这里有什么图案？哦，这里是那个很像钱的图案，很像钱哦。对啊，这里是写牛转乾坤，所以这个是牛来转运，牛转乾坤。啊那个、哦，那哦，对。然后它的头是这样，看一下。先把里面的东西拿出来，重点是里面的东西啊。今年它这个是不知道是什么，哇，三块凤梨酥跟一包饼干，打开吃看看，你敢吃吗？不知道哎。好，我先把这个盖上去哦，不然我怕它破掉。好，你先吃一块看看，我们看看，哇，今年的牛非常的霸气，然后屁股也很漂亮。今年牛年的开箱，记录一下。阿乔说这个是巧克力。是 QQ 五加二。对、啊。很好吃。嗯。对啊，那不今年是 QQ 五加巧克力。拿去那个前面给我，有来的客人吃，好硬的 QQ 五加。再见，拜拜，你们下次见哦。这次的红翼瓷器开箱到这里了。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。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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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